中国男星杨洋近期与新生代小花王楚然合作出演了《我的人间烟火》，在拍摄结束后，两人被爆出热恋绯闻，并且被狗仔多次发现双方时常一起去度假，让王楚然的知名度一夜大增。然而该剧开播后，两人意外的没有 CP 感，演技也被观众们嫌弃，不少观众怒骂各种离谱的剧情和恋爱脑、忘恩负义的女主，让人根本没办法继续看下去。随后有网友爆出，在今年二月王楚然和彭冠英主演的都市爱情剧首播时，他不仅频繁缺席宣传活动，就连彭冠英打电话给他，也惨遭拒接和封锁。对照时间点的话，就会发现当时就是他和杨洋被传出去马尔代夫度假的时间。他还和杨洋的白月光李沁在新剧《庆余年二》中爆发咖位之争的消息，因此不少激进的网友纷纷要求王楚然退出该剧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。